所以暂时将我眼睛闭了起来，不然会成变成外拉塞。空污越来越严重， PM2.5 脏到让我眼睛模糊看不见，结膜炎过敏通通发作，把酒下下还有异物感。但就算不洗眼睛，你知道跑进眼睛的污垢也会自然消失吗？自然消失？那他们都去哪里了？每一只动物之事，黏着你一整天的灰尘和异物去了眼球和眼皮间的缝隙里，结膜囊，也就是眼药水点下去的位置。当你沉睡时，就会和分泌的眼泪、眼屎混在一起流出来，或是通过鼻泪管成为鼻涕流出来。哇哦，那银眼也会从鼻子出来吗？公虾会。在它从鼻子出来前，你就得先去看医生了吧？不过我喜欢用洗眼液偶尔清洁眼睛，凉凉的，舒服。这个吗？洗眼睛只能暂时得到舒缓，长期使用可能越洗越干呢，还不如多眨眼或者练习三秒掉泪，让脏东西通过泪水自己流出去。眼睛保养真是一大学问。我有问题，万事通、玛丽，你们的眼睛在哪里呀？不要问。蜜粉们平常都用什么方式保养被空污和三 C 笼罩的眼睛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哦。